动不了了。什么？雪人穿透了我的魂系？进入僵直状态，持续5秒才能解除。被这种射线射中后，会全身麻痹，躲不开了。 哎呀！玄冥阵，可算找到你了，楠楠。这家伙总是这样。 不要啊，楠楠！你怎么样？快到一个时辰了，迷宫又往里收缩了。身份走前往迷宫淘汰，白羽21人。目前这座迷宫也在往里收缩。季红染，北戴华。 也不知道是哪部分为缩小，应该可以探索到被石柱的王都。盯上我！怎么回事？看到人面魔蛛就感觉浑身不舒服。你在劫难逃了！蛛王复活！邪神斩，距离够近了。不对劲！啊！啊！ 黏糊糊的，不信，我还拿一只蝴蝶，太恶心了。我还余20人，要尽快打到宇航，消消他们。连过被王灯淘汰，迷宫又收缩了。陆生生，别动！戴华兵又淘汰，是被戴华兵淘汰。 19人，19人中有7人会在中央区，真正的考验拒绝虫，这才是真的。这应该就是迷宫中央了。外院最强攻击武魂被包围了。初次见面，42级强攻系被血斩，激战魂师。白虎公爵第一次，我是同样拥有顶级强攻系武魂的37级，贝贝是4环魂尊。本次参戴华斌，白虎公爵。 趁他落单，先解决掉他。我再共有4名4环，都有极大威胁。等一等，大头阵！还有我！你凑什么热闹？外院最强攻击。 三石学长愿意跟我们联手，我跟他打最强防御，我们俩是老对头了。如果最强攻击加上最强防御是什么效果？打过很多回了，这次我想看看。如果你们只有2个人，而我们是12人，这个组合当然很强，但是你们别忘了。啊！让我一个。楠楠，你终于接受我了。我是和贝贝合作，3对12。哦 你是我要谈判的对象。上！哦，最强攻击。文导院放在哪里？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？最强防御。你们把忽略菜头学长，你是选择更有机会获胜的这方。 魂导院与武魂院井水不犯河水。哼，我选择看着顺眼，还是跟他们3个一起接受失败？一般般。你觉得万院第一美女江南的一方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最顺眼。哎，华彬，你是不是老跟他过不去？那养眼吗？徐泽石，我看魂导院的霍师弟顺眼。永远哥。 那又如何？那我看你很不顺，很正确。刘师兄，何大哥，你的选择很好。7对12，可以打。这样厉害，准备动手。 这里已经是迷宫正中央。宇浩、王东、珊珊，你们3个修为最低。一或10强移动，我们跟对面12人还是难免有一战。借机突围，没必要跟我们一起冒险。一会儿我跟3世冲杀出去，你们狭路相逢勇者胜。我有一计，或许能扭转乾坤。魏师兄。 正面出击，贝贝怎么会犯这么低的薄弱点，而忌讳在分兵？你潇潇还未战不出，一己的粗鲁。而且霍宇浩、王东精神考核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提议？这战术实在令人失望。霍宇浩的精神力很强，心生考核。好他妈令人失望的战术了！我这一战的关键。 或许救河时的指挥调度就很有天赋，所以待会你们故意将我们3人暴露出来，一定会死。他身上，我有一计，带华彬跟我有私怨，能把我和王东一时无恙。一旦带华彬被牵制，带华彬的攻击，潇潇的3身阵纹顶防御极强，直径90米范围，足够将迷宫中央的情形实时对我这上的指挥。我的精神探测能复说，但事已共享，反而能合理调度战事共享给大家。虽然我们每个战场都以少敌多，地之大。华彬，用平白虎吧。不对，我操控对方对我最弱的三击。铡刀。 我们应该集中力量，先把那位策划选手是故意用来引诱和拖住我们的，立刻击破！倒闭！那么这三人就只能坐以待毙。我有办法了！要让他们离开吗？ 看走眼了，这次老夫倒要好好瞧瞧。这小子上次看，不巧，嘿，下一个出口会出现在3点钟方向。何师兄，不要恋战。 我给你们指引迷宫的路线。三少学长，楠楠学姐，识破了你们的战术，绕一大圈又回到原地了。真以为靠那个2环的小子能破局？不为他。等等！看着我哪里疼！束手就擒吧！全方位压倒性的优势。 穷途末路了，动手！你选错了阵营，现在是你们自己下手。还有穷途末路的人是你们！我们站位。 辽宁，合计攻击力虽强，确实虽然冒险，却是一击必胜，将敌人聚拢成一线。余地的6分钟，后有一胜的战术，前有硬抗6环。看来这两个人的武魂应该是100%小集团12名外院核心弟子，才会这么强悍。集合，所以这武魂融合技。麒麟诞生。 关羽啊，大乱斗去！想想，王登，江南站，葛大头，对。